们现在呢，请书记官朗读案由。会台字第12664号，台湾苗栗地方法院苗栗简易庭快谷法官等为审理妨害婚姻案件，认应适用之刑法第239条及刑事诉讼法第239条但书之规定，有违宪之疑义，申请解释案。好，我们现在呢宣示解释文。本院受理会台字第12664号等申请解释案，也就是通奸罪即撤回告诉之效力案，于民国109年3月31日延迟辩论终结，经大法官做成释字第791号解释。解释文如下，解释文分成两段，第一段，刑法第239条规定，有配偶而与人通奸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奸者亦同。对宪法第22条所保障性自主权之限制，与宪法第23条比例原则不符，应自本解释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于此范围内，本院释字第554号解释应予变更。第二段，刑事诉讼法第239条但书规定，但刑法第239条之罪，对于配偶撤回告诉者，其效力不及于相奸人，与宪法第7条保障平等权之意旨有违，且因刑法第239条规定，业经本解释宣告违宪失效而失所依附，故亦应自本解释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好，解释文宣读完毕。那么现在呢，我代表所有的大法官呢，就解释理由书呢做一个摘要的一个报告。那么首先呢，就细则规定一的部分，细则规定一呢，就是刑法第239条通奸罪。那么首先呢，就是要说明呢，有重新检讨细则规定一合宪性及细则554号解释之必要。刑法239条在过去呢，大法官曾经做成554号解释，那么做成合宪的解释，那么为什么呢？18年后，那么今天呢，大法官再一度针对这个议题来重新来做解释。那么理由就是查婚姻呢是配偶双方自主形成的永久的结合关系，除了使配偶间在精神上、感情上与物质上得以互相扶持依存外呢，并具有各种社会功能，乃家庭与社会形成发展之基础，所以婚姻自由受宪法所保障。可是呢，随着社会自由化与多元化的发展，参照呢当代民主国家婚姻法制的主要发展趋势，婚姻关系中个人人格自主，这个个人人格自主是包括性自主权。婚姻关系中个人人格自主的重要性已经更加的受到肯定与重视，而婚姻所承载的社会功能日趋相对化。此由细则规定一对婚姻关系中配偶性自主权的限制，多年来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会议题可以知道。因此呢，宪法就此议题的定位与评价自有与时俱进的必要。此外，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的种类与范围，也经过本院的解释，已经持续的扩增与深化。那么，经过本院的过去释字第585号解释，还有第603号解释所明确肯认的隐私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而，细则解释所称
系统解释指的就是过去的四至五五四号解释。五五四号解释称呢，系统规定一是为了维护婚姻家庭制度及社会生活秩序所必要，立法者就婚姻家庭制度之维护与性行为自由间所谓的价值判断，并未逾越立法行使自由之空间。那么五五四号解释的这一个论断呢，已非无疑。尤其系统规定一是否仍符合宪法比例原则的要求，那么更有本于宪法相关基本权保障的新观念再行审查的必要。再一次呢，现第二段说明呢，据以审查的宪法权利还有审查的基准。系统规定一明定呢，有宪法而与人通奸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奸者一同。那么这个规定呢，是禁止有配偶者与第三人间发生性行为，是对个人得自主决定是否以及与何人发生性行为之性行为自由，也就是性自主权所谓的限制。性自主权与个人的人格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是个人自主决定权之一环，与人性尊严密切相关，它是受到宪法二十二条所保障的基本权。那么系统规定一，既然限制人民受宪法所保障的性自主权，当然就应该要符合宪法二十三条的比例原则，也就是目的必须要正当，并且这个限制是有助于目的之达成，又别无其他相同有效达成目的而侵害较小之手段可致运用，而与其所欲维护法益的重要性也合乎比例的关系。性自主权与个人的人格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所以系统规定一对性自主权之限制是否合于比例原则，自然应该受到较为严格的审查。那么接着说明我们的结论，还有或是结论的理由。结论就是系统规定一违宪，理由就国家为了维护婚姻，非不得制定相关的规范以限制性自主权的行使，以约束配偶双方忠诚义务之履行。系统规定一以刑罚制裁通奸及相奸行为，它的目的就是在约束配偶双方履行互负之婚姻忠诚义务，以维护婚姻制度及个别婚姻之存续，合其目的是正当的。那么首就呢，系统规定一维护婚姻忠诚义务之目的而言，其主要的内容是在维护配偶间亲密关系之排他性，不许有配偶者与第三人间发生性行为而破坏婚姻关系。那么基于刑法的一般预防犯罪预防功能，系统规定一就通奸与相奸行为施以刑法制裁，自有一定程度吓阻该等行为的作用，又配偶双方忠诚义务之履行，故为婚姻关系中重要之环节。然婚姻忠诚义务尚不等同于婚姻关系本身，配偶一方违反婚姻忠诚义务，虽可能危害或迫害配偶间之亲密关系，但尚不当然妨碍婚姻关系之存续。因此系统规定一以刑罚规范制裁通奸与相奸行为，即便有助于吓阻此等行为，然就维护婚姻制度或个别婚姻关系之目的而言，其手段之适合性比较低。但是整体而言，系统规定一尚非完全无助于其立法目的之达成。基于刑法迁移性原则，国家以刑法制裁之违法行为，原则上呢应以侵害公益、具有反社会性之行为为限，而不应将损及个人感情且主要是私人间权利义务的争议的行为也一概的纳入刑法的制裁范围。婚姻制度固然具有各种社会的功能而为宪法所肯认，但是如刚刚所说的，婚姻制度的社会功能呢已经逐渐的相对化，且宪法所保障人民享有不受国家恣意干预之婚姻自由，
这个婚姻自由的内容包括个人自主决定是否结婚、与何人结婚、两院离婚，以及与配偶共同形成与经营其婚姻关系的权利。那么这个婚姻关系呢，这个婚姻自由是日益的受到重视。又婚姻之成立，以双方感情为基础，是否能维持和谐圆满，是有赖婚姻双方之努力与承诺。婚姻中配偶一方违背其婚姻之承诺而有通奸行为，故以损及婚姻关系中原应信守之忠诚义务，并有害对方之感情与对婚姻之期待，但尚不致明显损及公义，故国家是否有必要以刑法来处罚通奸行为，并不是没有疑问的。细则规定一，虽然尚非完全无助于立法目的之达成，但是其透过刑事处罚贺主通奸行为得以实现的公益呢，并不是很大。反之呢，细则规定一作为刑法规范，不仅直接限制人民之性自主权，且其追诉审判程序也必然干预人民的隐私。个人的性自主权与其人格自由及人性尊严密切相关。那么细则规定一处罚通奸及相奸行为直接干预个人性自主权核心范围的程度是相当严重的。再者，通奸及相奸行为多发生于个人之私密空间内，不具有公开性，其发现、追诉、审判过程必然侵扰个人生活私密领域及个人资料之自主控制，致侵害致国家公权力长驱直入人民及私密之领域，而严重干预个人之隐私。因此，细则规定一对行为人性自主权、隐私权之干预程度及所导致之不利益，整体而言实属重大。况国家以刑法制裁手段处罚违反婚姻承诺之通奸配偶，虽然不无惩罚违反婚姻忠诚义务配偶之作用，然因国家权力介入婚姻关系，反而可能会对婚姻关系产生负面的影响。因此，细则规定一之限制所致之损害，显然大于其目的所欲维护之利益，而有失均衡。所以，综上，细则规定一对宪法第22条所保障性自主权之限制，与比例原则不符，应该自本解释公布之日起施行效力。在此范围内呢，细则解释呢应该变更。那么其次呢，说明细则规定二的部分。那么它据以审查的宪法权利及审查基准如下：法律为贯彻立法的目的而设刑事追诉审判的规定时，如就必要共犯撤回告诉之效力形成差别待遇者，因攸关刑法制裁，就必须与立法目的之间具有实质关联，才与平等权的保障无违。细则规定二明定，但刑法第239条之罪，对配偶撤回告诉者，其效力不及于相奸人。所称刑法第239条之罪，包括有配偶而与人通奸罪以及相奸罪，性质上呢，它是属于刑法必要共犯之犯罪，具有犯罪成立不可分的关系。细则规定二以撤回告诉之对象是否为告诉人之配偶为分类的标准，对通奸人撤回告诉之效力不基于相奸人，反之对相奸人撤回告诉之效力则基于通奸人，则基于通奸人。也就是说，仍适用刑事诉讼法第239条前段的规定，因而形成在必要共犯间仅相奸人受追诉处罚而通奸人不受追诉处罚之差别待遇。所以该差别待遇是否符合平等权的保障，应视其立法目的间是否具实质关联而定。那么本号解释对细则规定二获致的结论是违宪。理由：细则规定二之立法考量，无非在于使为顾全夫妻情谊之被害配偶
得以经由对通奸配偶撤为告诉的方式，促使其婚姻关系得以延续。为对通奸配偶撤为告诉之效力是否基于相奸人与具体婚姻关系得否延续，并没有实质的关联，因为被害配偶于决定是否对通奸配偶撤为告诉的时候，通常多已决定事后是否要延续其婚姻关系。后续之仅对相奸人追诉处罚，就被害配偶而言，往往只具报复的效果，而与其婚姻关系之延续与否欠缺实质的关联。况在相奸人被追诉审判过程中，法院为了发现真实的必要，一向以证人的身份传唤通奸人到庭作证，进行交互诘问。此一追诉审判的过程，可能加深配偶间婚姻关系之裂痕，对挽回配偶间婚姻关系亦未必有实质的关联。因此，细征规定二，对本应为必要共犯之通奸人与相奸人，因其身份之不同而生是否追诉处罚之差异，致相奸人可能最终需担负罪责，而通奸人则务须同时担负罪责，这种差别待遇与上述立法目的之间欠缺实质关联，因此以宪法第七条保障平等权的意思是相违背的。况且细征规定二之适用，以细征规定一合宪有效为前提。那么细征规定一已经违宪，应自本解释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所以细征规定二更以实所依护。综上，细征规定二与宪法第七条保障平等权之意旨有违，且因为呢细征规定一业经本解释宣告违宪失效而失所依护，所以细征规定二也应自本解释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那么有关于解释理由书的完整的内容，那么就参照那个本院晚上在网络上呢所公布的这一个解释文跟解释理由书。另外呢，这一个本号解释呢，有黄大法官洪霞、蔡大法官明成分别提出部分协同意见书，许大法官钟立、蔡大法官炯敦、许大法官志雄、黄大法官瑞明、黄大法官昭远、谢大法官明阳分别提出协同意见书，吴大法官陈凡提出不同意见书。本件解释的解释文还有解释理由书与大法官提出之意见书都会在今天以院令公布。好，那么先是解释完毕，退庭。